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学习如何围绕一个大型活动进行交谈。平时同学们喜欢运动吗？喜欢什么运动呢？你会常常看什么运动比赛？你的国家什么运动成绩比较好？二零二二年在中国有两场大型的比赛活动。 大家知道是哪两场吗？一场是二零二二年北京冬奥会，一场是将在九月十日举办的杭州二零二二第十九届亚运会。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来看一看杭州和亚运会。 杭州亚运会的吉祥物有三个，他们是晨晨、丛丛和莲莲。大家刚刚在视频里看到的是莲莲，它代表着世界遗产西湖。每到夏天，就可以在西湖看到大片大片的荷花和莲叶。 今年还有一场世界性大型比赛，我们很多男生甚至女生都会看，那就是 World Cup 世界杯。今年的世界杯将在卡塔尔举行。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韩国的韩美京同学和美国的欧文同学看世界杯的时候都聊了些什么。 大家跟着我一起把课文读一遍。欧文，听说你是个足球迷，今晚有世界杯比赛，你一定看电视转播吧？当然看，今晚是韩国队跟美国队比赛，一定很精彩。韩美金，你也是个足球迷？对，我跟你一样。 你觉得今晚哪个队会赢？我觉得韩国队的实力没有美国队强，一定会输。我觉得韩国队的技术比美国队好一些，一定会赢。谁输谁赢，晚上就知道了。可是我房间的电视昨天坏了。 不能看了，来我的房间吧。今天有很多同学来看，很热闹。我能带我的韩国室友来吗？非常欢迎。那晚上见。好，这四个问题大家能回答出来吗？第一个很简单，今晚电视转播什么？ 转播世界杯比赛。第二个，欧文为什么觉得美国队会赢？因为他觉得韩国队的实力没有美国队强。这里我们复习一下比较句的一个说法：A 没有 B 加形容词，意思是 B 比 A 更怎么样。 所以，韩国队和美国队谁的实力更强？美国队。我们用最简单的比较句的语序说，就是美国队的实力比韩国队强。第三个问题，韩美晶为什么觉得韩国队会赢？因为他觉得韩国队的技术比美国好。 一些。最后一个问题，欧文为什么欢迎韩美金去看比赛？因为今天会有很多同学来看，很热闹。大家看比赛是喜欢一个人看呢，还是和朋友一起看呢？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场比赛的结果怎么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遍课文。比赛快要结束了，还是零比零。美国队今天踢得非常好，韩国队踢得也不错。韩国队有很多次好机会，可是都没能进球。 美国队也一样，运气不好。比赛太紧张了，韩国队加油！欧文，你在给美国队加油吗？当然了，我是美国队球迷。今晚的比赛是不是零比零呢？看看谁的运气更好。好。 课文到这里就结束了，所以比赛结束了没有呢？没有。韩国队踢得怎么样？踢得不错，不过有很多次进球的好机会都错过了。那为什么还是零比零？因为两个队都没有进球。 我们在说比赛分数的时候，用“比”这个字。比如 three to one，我们会说成三比一。欧文在给哪个队加油？他在给美国队加油，所以他是美国队的球迷。加油这个词，同学们会用吗？我们可以说。 给谁谁谁加油，加油谁谁谁，也可以单独用加油。当你想要鼓励某人的时候，就可以用加油。在这里，我们为二零二二年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们加油。课文里的比赛没有结果。 大家还记得二零一八年世界杯的冠军是哪个队吗？是法国队。那你觉得今年的世界杯冠军会是哪个队呢？接下来，请同学们说一说自己是什么迷，喜欢什么运动，喜欢看什么比赛，还可以说说。 你印象最深的一场比赛。好，我们来想一下，今天我们都学了哪些句子？大家跟着我再读一遍。我觉得韩国队的实力没有美国队强。我觉得韩国队的技术比美国队好一些。 比赛太紧张了，欧文，你在给美国队加油吗？今晚的比赛是不是零比零呢？看看谁的运气更好。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知识，希望同学们课后能多和朋友、老师一起练习。 将它们真正用在日常生活中。谢谢大家，再见。